鞭炮队，很可爱。哇，你的名字是真的吗？啊，对，真名。预言呢？嗯。哇哦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是陈爵，我负责这一趴。哦，你叫陈爵。对。听说你很难聊天，是不是？啊，只是不想说话。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别人聊天。嗯，你们现在这样子坐的位置是？就是按照分趴来了。可是你们能不能这次按照那个谁先唱的顺序这样子？好，坐过去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照音乐，然后再来一次好了。所有的编排就后面的编排可以稍微先改成刚才那个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爵姐？叫我陈爵就好。陈爵，啊。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图我情真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错骨而成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哎，也不算问题，就是我想听你唱一下。那老师要不来一段高音吧？我嗯，高超级高。你想要听高音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再回复你。我想听想自由。你听想自由吗？嘿嘿。好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去哪里？老师不要走。我觉得你们真的不错了。好，再见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辛苦了。你好。你好，老师好。我是超爱您的张玉。你是说你超爱我的吗？对，我是超爱。真的吗？真的超爱。真的吗？超爱。超爱。多爱。这种爱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那种。你有看我演唱会吗？没有。因为票。我问你哦，张，就是你这个头发，在成为这个头发之前是怎样的头发？也是卷的。你烫了这个卷度之后，你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回不去了。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造型，尝试改变。可是你抓起来是怎么感觉？抓起来是这个样子。哦，我懂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很有特色啊，很有特色。你表演一下《想自由》吧。好。老师，我可以唱《心酸》吗？心酸。哦，你第二喜欢的是心酸。对，现在想到，因为我超过很多遍。我今天教学很辛苦，哎，我要放松一下。好了，老师，请您听我的演唱吧。谢谢。啊。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。时间的。等一下，你退缩了，对不对？你退缩了。你觉得没有音乐，所以你心中没有那个拍子了。那你唱一下《想自由》。我觉得你唱《想自由》啊，我听一下《想自由》。好。认真哦，认真认真。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，一边紧抱我，小声地说多么爱我。只有你懂得我，就像被困住的野兽，在某天大楼渴求自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唱我的歌。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有一种特殊感情啊，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哦，心里的秘密哦，是我好像喜欢你。嗯，我们花一点时间那个稍微雕琢一下，整个东西看起来已经那么花了，我觉得在旋律上可以稍微统一一点。小云，你习惯性会忘记要唱，应该不是吧，可能是没有跟着伴奏唱。不要，那边变成一个习惯了，因为好像都会有点来不及。我们近一点好了，讲话这样子好好辛苦啊。反正我的要求呢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，就是还是要让听音乐的人呢 hook 重复性的东西还是要能够让别人觉得满足了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为什么我就觉得很近，有一种感觉我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。然后呢，是你的甜蜜。你们其实我觉得蛮好的。老师，我呢？啊，是吗？我有走音。你有走音？走没关系，他们的黑洞。你走音了，但是你的队友很厉害。你走音了，但是你的队友很厉害。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看嘛，我就说你那个是一个习惯，你肌肉会记忆的哦。嗯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你的身体记忆那个边就是会落拍。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我心里的秘密，是我好像喜欢你。我觉得如果现在就如果只是凭歌声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个90分，有一个88分吧。但是要练熟一点啊，要练熟一点，就肩的设计都要达标。对对对对对，干嘛一直偷笑？我就是不小心混在90分当中的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还来？啊，谢谢。谢谢艾琳姐。下一个舞伴是吧？对对对，快去快去！哎哎，这你走吧。不行不行。有缘有缘有缘，再见了。我不需要，我不重要。拜拜。做个傻子懂吗？就让我这样吧。有没有塑料袋可以给我帮手？今天汇报超成功，我已经满足了今天。我也满足。120分发挥。